感谢关注朱家第十一集，一键三连哦。岳阳火急火燎地拿起手机，点开短信，只见黑糖不甜，简单地发了一条短信：“小可爱你好，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呢？好奇你是怎么得到我电话号码的。”岳阳立即回复短信：“我穿进你书里了，一睡觉就会穿进去的那种。”里面总有人想杀我，救命！我想知道结束穿书的办法。一口气连发了四条短信，焦急地等待了半分钟后，终于收到了黑糖不甜的回复。放心，新真凶是走轻松悬疑路线，你身为男主角，死不了的。啊？这位兄弟，你怕是对轻松这个词有什么误解啊？我才穿进去三次就被飞镖划破脸，还发生车祸差点死掉，这是哪门子的轻松啊？岳阳正想回复，刚好又收到了黑糖不甜的短信。提醒一下，新真凶改为走彩虹路线，你没必要去追求金秘书。彩虹路线？什么意思啊？岳阳手指飞快地点击手机打字，话打了一半才反应过来。直接打电话呀，是不是傻的？您好，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淡定，我生气，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很想将黑糖不甜拔出来打一顿。走彩虹路线到底是什么路线啊？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慢着，从黑糖不甜的回复来看，他早就知道我穿进他的书里成为了袁逸阳，那我在书中世界里全部心理活动和说过的话，他是不是都知道，然后略微修改一下再更新出来。脑瓜子疼。宿醉的头痛加上过度的思考，导致岳阳整个人昏昏沉沉，不一会儿便倒在了沙发上睡着了。闻着熟悉而又舒心的柠檬香气，岳阳将身旁温度舒适的抱枕抱得更紧了。听着耳边传来沉稳的心跳声，岳阳逐渐清醒，浑身僵硬。醒了。头顶上传来低沉沙哑的声音问：“嗯。”一想到做梦把一个大男人的喉结、胸膛、腹部切咬了个遍，就觉得好尴尬呢。要不，我就一直的装睡好了。我知道你醒了。这个年头连装睡也不容易啊。哟，啥？岳阳抬起头，故作淡定地打招呼。昨晚睡得可好？聂凡挑起眉头，咬牙问。我头好痛啊，好痛。聂凡看着岳阳造作的演技，在心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翻身下床。赶紧起床洗漱，我已经让你家管家给你煮了解酒汤。说完便离开了岳阳的房间。哎，他对我这么好，是有什么企图？回公司后，岳阳心不在焉地看着文件，忽然他抬头向天空扬起45度角，带着淡淡的忧伤问：“狗子，你知道彩虹是什么吗？”老板又抽风了。小狗默默地拿出手机，上网搜出一张彩虹高挂于天空的图片，递给岳阳看。我错了，我就不应该问小狗这个空有一身武力而没脑子的人。这时金秘书拿着文件走了进来。岳阳想起黑糖不甜说没必要去追求金秘书，
心里面便没那么拘谨，态度坦率自然地道歉说：哦，秦秘书，昨天对不起，忘了你有花粉症，现在没事吧？去看过医生，已经没事了。袁总昨天怎么突然送我玫瑰花？路过花店觉得好看就买了，想送你当做员工福利而已。对了，金秘书，你知道彩虹是什么意思吗？叶阳故意快速转移话题，免得金秘书继续追问下去。袁总，你想问的应该不是寻常可见的彩虹吧？是的。看来金秘书懂。听说在北美一带，同性恋酒吧是以彩虹为标志的，内在含义是希望同性恋的人也能和其他人一样，生活也是多彩的。现在国内对同性恋板块管得比较严，所以很多小说或者漫画网站描写男男之间的爱情故事都会打上彩虹标签，彩虹即代表 BL。所以真凶要走男男路线，要异性恋的我和一个大男人谈恋爱。 Oh my god， 这到底是什么人间疾苦啊。本集播讲完毕，喜欢的话欢迎点击右上角点击订阅，追更更简单。黑糖不甜原著，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多人有声剧《当个霸总真要命》，演播叶萧然、残月的风影、阿尔法不苟，后期西子情长。欢迎订阅第十二集。叶阳生无可恋地看向萧狗，难道新真凶被改成我和狗子谈恋爱，然后联手将聂凡送进监狱的爱情故事？不行，不能就这样轻易地屈服于黑糖不甜的黑恶势力之下，我要像自强不息的小白花那样奋起面对，逆流而上，想把萧狗干掉，然后追求金秘书，凭一己之力将彩虹路线改回 BG 路线。好，就这样来大战一场吧。小狗！叶阳一声怒吼拍桌而起。小狗吓了一跳，集中精神地盯着叶阳。看着眼神严肃的小狗，叶阳眨了眨眼睛，气势瞬间弱化。确认过眼神，是打不过的人。叶阳再次趴在桌面咬手指。那咋办？那咋办呢？真的要和狗子谈恋爱吗？可是金秘书才是我的理想型啊！而且狗子那么壮，我能推倒他吗？要不以老板的身份命令他，乖乖躺平，献出小菊花。随即叶阳的脑海里浮现出衣衫凌乱的萧狗，面无表情，眼睛湿润，动作羞怯地拉开自己的大腿，脸颊和耳朵都红得一塌糊涂的画面。叶阳猛地咽下一口口水。哦，忽然觉得我可以啊，要不出去散个步，先促进感情。狗子，陪我出去逛逛。是，老板。萧狗内心忐忑地跟着叶阳走出公司。老板今天到底抽什么风啊？难道是知道了我知道他和聂总的情人关系，然后想灭我口？一踏出公司，滚滚热浪扑面而来，烈日当空，阳光猛烈，让人升起热得快要融化的错觉。要不去找个凉快的地方坐坐？好的，老板。两人坐在公司附近的公园里的一棵大树底下乘凉，蚊虫肆意飞舞，蛮横吸血，时已还没坐暖呢，
就满脚都是包。今天难道不宜出门啊？岳阳刚生出这个想法，一辆残旧的面包车吱呀一声停在不远处，随后有六个手执木棍、面戴黑色口罩的壮汉从车上下来。岳阳，不好意思了，今天哥们收了钱，要废了你的嘴。你看你是把头乖乖给我们修理，还是让我们先弄粗，把你保镖给解决了？为首的一名壮汉语气嘚瑟地说。小狗立即站起身来，挡在叶阳的身前，面无表情地看着那群壮汉。而叶阳则没有搭理他们，抬手抚摸着下巴，研究眼前小狗的臀部。在贴身西装的勾勒下，屁股浑圆挺翘。啊，男人和男人之间的玩法，果然得用到那儿吧。为了尽快结束穿书，要和男人恋爱可以，但要我贡献小菊花绝对不能忍。见叶阳一直无视他们，为首的壮汉怒了。臭小子，给脸不要脸。兄弟们上，众大汉一拥而上。小狗从容淡定，以一敌七，反应迅速，动作快准狠。叶阳坐在原位欣赏武打大片，在打架方面他对小狗十分有信心。小狗两岁就被父母送去少林寺学武，后来还学了散打、泰拳和空手道。如果不是袁逸阳的母亲和小狗的母亲相识，恐怕袁逸阳就算出再高的薪酬，也招不到萧狗这种忠诚负责、任劳任怨的贴身保镖了。虽然早就知道萧狗厉害，但亲眼看萧狗迅速地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壮汉，叶阳不禁感叹：果然社会我狗哥，人狠话不多，招招对准人体的脆弱关节和重要穴位，让对方一旦中招就无力反击。叶阳正看得兴致勃勃，恨不得来一盘炸鸡吃着欣赏，没料到身后竟有一道身影偷偷靠近。袁逸阳，你这次死定了！一名壮汉悄然接近，正准备举起手中木棍砸向叶阳的脑袋，忽然一只手掌包着绷带的大手及时出现，一把握住木棍。那壮汉顺着大手往后看去，只见是一名长相冷酷英俊的高大男子。好高，这人的身高应该有一米八以上吧。壮汉尝试着使劲把木棍拉回去，却发现对方的力气更大。谁让你们来对付袁逸阳的？聂凡握紧木棍冷声质问。叶阳这时听见声音往后一看，才发现有人站在身后。垃圾，竟然玩偷袭！聂凡有点生气地瞟了叶阳一眼。警觉性真低，原本就间歇性精神失常，如果不是我出现的及时，这一记木棍下来恐怕会彻底成了个小傻子。这家伙干嘛瞪我？我可是受害者哎！聂总，警察快到了。助理朱文斌走近对聂凡说。嗯。聂凡应了一声，握着木棍微微施力往自己的方向一拉，然后迅速抬脚往壮汉的右膝膝盖用力一踢。猝不及防被攻击的壮汉吃痛地跪下，聂凡顺势将他的手扭向背后摁住，制服着他不能动弹。哇，这货的身手不错。暗暗赞叹了一下聂凡的身手，叶阳走进那名壮汉。喂，到底是谁指使你们袭击我？说清楚的话，就不把你们交给警察。我们也不清楚，那人戴着口罩，我们只能凭衣服打扮，猜测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我们只是收钱办事。这样，那还是把你们交给警察处理吧。叶阳也没再追问下去，将全部壮汉的口罩脱下，逐一拍了个照，把那辆破旧面包车的车牌也拍下，
警察来到的时候，聂凡他们已经走了，那些壮汉则被绑在树底下围成了一圈。车上一片安静，朱文斌负责驾车，小狗坐在副驾驶座位，聂凡和叶阳则坐在后座。叶阳低头玩着手机，视线则不时地瞄向聂凡的手掌，大概是刚才握着木棍的时候过于用力，导致快要结痂的伤口再次裂开，时不时地渗出血液，染红了纱布。这人怎么不处理一下自己的手，害我好在意。来回看了好几次后，叶阳终于忍不住扔下手机。小助理，这车上有没有药箱？有的，在车尾箱里。朱文斌回答道。待车在路边停下时，叶阳率先下车，打开车尾箱取出药箱，然后回到后座坐下，将聂凡的手拉至面前，小心翼翼地解开绷带。聂凡偏头注视着叶阳帮他认真上药的侧脸，久久移不开眼。指尖上传来叶阳的温度，似乎正沿着经脉慢慢地渗入体内，慢慢地在胸口处凝聚成一股暖意。待包扎好伤口后，叶阳放下聂凡的手，翘起二郎腿，双手环胸，一脸不容任何忽悠的神情看着聂凡问：说，你怎么知道我在那里？哼，合作项目出了点问题，想和你洽谈。刚巧下车的时候，看见你和肖队长往公园的方向走去，有点好奇，就跟了过来。这么巧？聂凡扬起标准化微笑回答说。叶阳按下心里的怀疑，没有继续追问下去，扭头看向窗外，不想看聂凡那张假笑脸。你能自己查出幕后指使人？应该能。叶阳头也不回地答复说。今天金秘书什么时候能下班？你想干嘛？叶阳立即警惕地回头瞪着聂凡。啊，这家伙终于要对金秘书下手了吗？这个小没良心的，就这么喜欢金秘书？只是想约金秘书吃个饭。去哪吃？我也去。摊个电灯泡，你觉得合适吗？哎，我就要当十万伏特的超亮电灯泡，照亮你的帅，用心良苦，懂不？说什么也不能让金秘书和你单独相处。聂凡差点被逗笑了。这家伙也就嘴皮子厉害。行，带上你。哼，算你聪明。叶阳洋洋得意地说。坐在前排的萧狗和朱文斌听得浑身僵硬，彼此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你家聂总怕是个妻奴。嗯，十分认同。于是当天晚上，聂凡包下了一间高级西餐厅，聂凡、叶阳和金秘书三人坐一张桌子，朱文斌和萧狗则一起坐在角落里。金秘书，这瓶法国红酒口感润滑，你尝尝。聂凡给金秘书倒下红酒。我也要。叶阳毫不客气地把酒杯递到聂凡的面前。不行，你喝果汁。谁来西餐厅喝果汁的呀？又不是小孩子。叶阳不满地说。像是你今晚又喝醉，谁帮我洗澡？洗澡？难道两位总裁有情况？况且你喝醉后喜欢咬人的私密处，我现在还隐隐作痛呢。聂凡故意说的暧昧。私密处是指哪？金秘书、朱文斌和萧狗的八卦之魂正熊熊燃烧着。我哪有啊？平常伶牙俐齿的叶阳顿时红着脸，难得的变得结巴起来。这人怎么可以在金秘书面前提起这件事？我不要面子的吗？不许你咬，你还嚷嚷着要舔舔。聂凡举起酒杯，略微遮挡住唇边的坏笑，继续补充说：我操！八卦三人组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不可描述的画面。叶阳羞耻地捂着脸，毕竟是事实啊，
他无法理直气壮地反驳聂凡的话。这时，电视机里响起一则新闻。特别新闻报道，在2分钟前，复兴路三校出现一具女尸，死亡时间约半小时前，作案手法极其残忍，与前段时间的连环杀人案件手法十分相似，警方初步怀疑凶手是同一人。啥？死亡时间约半小时前？可是凶手一直在这儿吃饭啊！本集播讲完毕，喜欢的话欢迎点击右上角点击订阅，追更更简单。黑糖不甜原著，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多人有声剧《当个霸总真要命》，演播叶萧然、残月的风雨、阿尔法不苟，后期西子情长，欢迎订阅。第13集，叶阳看着新闻报道，思绪有些混乱。聂凡拿起纸巾擦拭了下嘴角，站起身来，勾着唇角对金秘书说，有点事情忘记处理，先告辞了。说完敛起笑容看了朱文斌一眼，便大步离开。朱文斌立刻将手边没有吃过的饭后甜点推向肖狗。小面摊，这个给你吃，记得有空找我玩啊。说完立即跟上聂凡的脚步。萧狗抬起眼眸，眼中有点茫然。找他玩？我跟真人不说吧。叶阳直觉聂凡的离开和新的凶杀案有关，于是他也站起身来。狗子，待会儿送金秘书回家。老板你呢？萧狗问。我坐聂总的车。叶阳说完便小跑着追了出去。聂凡刚坐上后座，叶阳便打开另一边车门窜进车内。你要跟我回公司？聂凡挑眉撒谎问。你是要去凶杀现场吧？叶阳一语戳破，语气是肯定句而非疑问句。聂凡一愣，定睛注视着叶阳好几秒，随即坦白回答。对，你也去？必须的呀，我很好奇啊，那个差点杀了我的杀人犯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竟然杀了四个人都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我也很好奇你到底是什么人。朱文斌将他们两人送到最新的案发现场，待把车停放好后，便看见聂凡动作小心地进入被封条拦住的地方，很仔细地观察着地面的痕迹，而叶阳则在观察着四周的环境。看着两人的脸上都挂着严肃的神情，朱文斌疑惑地抚摸着鼻子。这两位腰缠万贯的老总难道是迷上了破案，所以特意来观察现场，企图找出凶手大意留下的痕迹？可是别开玩笑了，刑警们肯定都将这片地搜干净了。如果这两个非专业人士能找出线索，那刑警们岂不要集体下岗了？叶阳大概看了下环境，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凶手那么聪明，肯定会找一个四周完全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地方下手。他偏头看向聂凡，总觉得他的行为动作很像专业人士。我从来没有想过黑糖不甜会在新真凶里把凶手换掉。宋毅一直以来都认为凶手还是聂凡，但是如果聂凡真不是凶手，那他在真凶里存在的作用是什么？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换成谁了？或许找出真正的凶手迎来结局，我才能结束穿书的日子。可是现在毫无头绪，得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捉到真正的凶手。聂凡细心地观察着地面，
发现距离地面上所画的尸体位置图的不远处，有一小片被踩烂的小叶子。聂凡捡起那片小叶子，偏头观察四周，并没有发现与这片叶子相同的植物。也许这片叶子是被凶手踩到，然后带到这边来的。聂凡忽地看向叶阳身后的围墙，这围墙后面没有屋，说不定会有这种野草。于是他立即向叶阳跑去。叶阳愣了愣，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背抵着墙壁。怎么了？话音刚落，便看见聂凡一个跳跃，单手抵着围墙上方，从他的身旁一下子就跃到了后面去。我靠，弹跳力这么惊人吗？叶阳双手撑着墙头，使上了吃奶的力气，才勉强看到围墙后面的环境。只见聂凡正手握着开了手电筒的手机照着一个位置，那位置上有几株植物被踩出了一个印痕。聂凡单手解下领带，用领带往那印痕量度一番，然后在领带上打了一个结，作为印痕长度的标记。他拿着领带从围墙翻回来，认真地思索着第一次看见真凶的情景，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说：犯罪嫌疑人身材偏瘦，身高1.7到1.75之间，应该穿的是42码的鞋子。连身材和身高你都能猜出来啊？叶阳诧异地问。就你的那天我看见凶手了，所以知道。啊？你什么时候救过我？你被凶手打晕的那天，身穿连帽运动服的那个人是我。你不是因为看见我的背影还一直误会我是凶手，所以一直提防着我，还在我的手机上安装了监控吗？他竟然连我在他手机上安装监控的事情也知道了。时间不早了，既然没什么其他的发现，就先回去吧。聂凡说完率先离开。这个人看来不容小觑。叶阳快步跟上他的步伐，在心里暗暗地想。回到别墅后，叶阳便再次帮助因双手受伤而不能碰水的聂凡洗澡。叶阳在帮洗的过程中还一直在思考着事情。刚才勘察凶杀现场时流了不少汗，麻烦多挤点沐浴乳。聂凡吩咐道。哦。叶阳应了一声，往手心上连续挤出一滩沐浴乳。闻着浓郁的玫瑰花香气的沐浴乳味道，忽然间他忆起一点很重要的事情。每次帮叶凡洗澡分明用的是这种香气的沐浴乳，那他身上偶尔出现的柠檬香气是从哪里来的？喂，你用柠檬味的香水？不用香水，柠檬味的香皂倒是有。这两天都是我帮你洗的澡，那你是什么时候用过柠檬味的香皂？在现实世界里用过。你是穿梭者吧？本集播讲完毕，喜欢的话欢迎点击右上角点击订阅，追更更简单。黑糖不甜原著，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多人有声剧《当个霸总真要命》，演播叶萧然、残月的风影、阿尔法不苟，后期西子情长，欢迎订阅。第14集。你是穿梭者吧？聂凡听后并没有露出什么惊讶反应，语气平淡地说：你果然也是穿梭者。你早就察觉到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从哪儿看出来的？叶阳倒是很惊讶。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完美无瑕地融入这个世界，成功 hold 住了霸道总裁的形象呢。哇，你确定要这样一直谈下去？聂凡抬手指了指自己一丝不挂的身体，看了眼叶阳手中的沐浴乳问：不好意思。
叶阳连忙把手中的沐浴乳抹到了聂凡脖子、肩头和后背上，依旧用毛巾随便搓搓他的上半身，然后用花洒头随便冲冲他身上的泡沫，就算完事儿了。视线始终不敢在聂凡身上乱瞟，毕竟身材太美好，怕一不小心看出神，那就丢脸了。都是男人，我身上该有的器官他也有，这小滑头到底在害羞些什么？我自己套上防水手套来洗澡，也比他洗得干净。聂凡满心无奈。叶阳关掉花洒头，离开浴室，依旧让聂凡自行穿衣服。他正盘膝坐在沙发上，一见到聂凡出来，便迫不及待地问：“哎，你也是一睡觉就会穿书吗？”“嗯，我们直接在这儿说穿书的事可以吗？”聂凡走到叶阳身旁坐下问：“应该没问题吧？看了目前已更新的小说章节，与穿书有关的心理活动和语句都没有出现过。现在我倒是好奇，要是我之前的猜想没有错，我一旦离开这个世界穿回去，这个世界的时间就会停止流动，那对于同为穿书者的聂凡有影响吗？若我身处这个世界而聂凡穿了回去，那这个世界的时间也会停止吗？”这一问之后一定要找聂凡一起好好研究研究。就算黑糖不甜不会把我们这些对话写出来，但是我还是不喜欢这种类似于监视的感觉。要不睡一觉，在现实世界里约谈。行啊，我是 H 市的人，你是哪里人？一样。那醒来后就去 Chris 的咖啡厅见。Chris 的咖啡厅可是 H 市出了名的贵死人不偿命的咖啡厅呀。叶阳有点心疼自己的血汗钱，于是问：“你请。”这小滑头难道在现实世界里很穷？谢谢金主爸爸。看来这家伙在现实世界里也是个有钱人啊。这样就喊爸爸，节操呢？那我现在就去睡，你也赶紧回自己房间睡，别让我一直在咖啡厅里傻等啊。叶阳说着便钻到床上。哎，顺便帮我把门关上。聂凡应了一声，听话的把门关上，缓步走回自己的房间。一打开门，便看见房间内的落地玻璃窗大开，窗帘随着风肆意舞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叶阳在床上翻来翻去，怎么也睡不着，只好拿起手机逛逛时事新闻专区，打算看一看枯燥的长篇新闻催眠，却没料想看见一则最新消息。就在半小时前，他们前往勘察的凶杀现场又再出现了一具新的尸体。算一算时间，那具新尸体是我们离开案发现场半个小时后出现。为什么凶手突然反常，一个晚上在同一个地方连杀两人呢？叶阳立即下床离开房间，快步跑向聂凡的房间，打算把这消息告诉他，却发现他的房门大开，聂凡正站在床边把被子掀开。叶阳站在房门口的位置，刚好能看见藏于被子下面的东西，一大块血淋淋的皮肉，血水甚至沿着床单往下渗透，一滴一滴的落在雪白的地毯上。叶阳立刻捂住自己的口鼻，忍着涌上心头的恶心感。妈呀，哪个变态弄的？聂凡淡定地看着那块皮肉，只见皮肉上扭扭曲曲地写着几个字：别多管闲事，否则下一个就是你。这是凶手干的，我们赶紧穿回现实世界，看新真凶的最新章节里有没有线索。叶阳建议。聂凡同意他的建议，把落地玻璃窗关上，房门锁上，然后跟着叶阳回到他的房间里。
两人一同躺在床上，中间隔了一米宽的空隙。聂凡开始昏昏入睡，然而，喂，我睡不着怎么办？叶阳现在一闭眼睛，脑海中就会出现那块皮肉的画面。唱首歌给我听听吧。我怕唱了你更睡不着。为什么？是天籁之音，还是不堪入耳啊？催命夺魂音。我给你数绵羊。这方法没用。做运动。不要。你过来。干嘛？叶阳一咕噜地滚到聂凡的身旁。你坐起来，教你一个秒睡的方法。这么神奇啊。叶阳半信半疑地坐起身来，随即脖子一痛，意识渐渐模糊，随即昏睡过去。果然是粗暴直接的方法最为有用。没了叶阳聒噪的声音，聂凡便一秒陷入睡眠之中。Carift 咖啡厅之中，叶阳一口气点了20多杯价格最高的招牌咖啡，气愤地咬着吸管喝咖啡。聂凡那个混蛋，不对，那个混蛋的本名应该不叫聂凡。可恶，竟然直接把我打晕了，小爷的脖子疼死了。以后别被小爷我逮着机会，不然整死你。叶阳趁现在有空便再次致电给黑糖不甜，结果依然是处于关机状态。啊，脑瓜子疼，作者联系不上，书里的凶手又盯上了聂凡，甚至有可能一并盯上了我。看最新的章节也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这该咋整啊？舔这么多喝得完？聂凡拉开椅子，在叶阳对面坐下问道。这些全都是我的，你别碰啊，说好了你请，不许反悔，四舍五入一共是2500块钱，待会儿记得转账给我。嗯，这小混蛋还挺抠门的。叶阳定睛地看着聂凡的脸。原来这个人在现实世界里是一张冰块脸，不像在书中的世界总是动不动就挂着假笑。虽然他和狗子都是说话面无表情，但是狗子样子清秀，给人的感觉就是个呆呆的面瘫，而聂凡的气质就是冷，像一块人形冰块，不易让人接近的那种。你在书中世界干嘛总是笑着呢？叶阳忍不住问。书中的笑脸总裁人设不能倒。啊？这么认真的吗？开始说正事吧。我怀疑凶手当时就藏身于案发现场附近，看到我们在寻找线索，甚至听到了我们的对话，然后才立马动手再杀了一个人，并且割下那人的皮肉，还警告我。想到那块皮肉，叶阳身上的鸡皮疙瘩不禁再次冒了出来。你见过作者黑糖不甜？聂凡继续问。没见过，只是用短信聊过几句。新真凶的剧情改动太多，我尝试过寻找作者黑糖不甜，可是他去了国外，手机总是处于关机状态，一直联系不上他。他有跟你提起过关于凶手的线索吗？没有。叶阳摇摇头。那你们聊了些什么？就聊过几句话而已，只知道新真凶改为男男路线，不能和金秘书组配对。男男路线？对，就是搞基的意思。所以啊，我初步估计，只要走上男男路线和抓到真正的凶手，迎来结局之后，我们可能就会结束穿书的日子了。走男男路线有指定的人选吗？不知道，我现在还在疑惑自己到底是不是要找狗子组 CP 呢。那你要和我假装谈恋爱吗？啥？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的话欢迎点击右上角点击订阅，追更更简单。黑糖不甜原著，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多人有声剧《当个霸总真要命》，演播叶萧然、残月的风影、阿尔法不苟，后期西子情长。欢迎订阅。第十五集。为什么要和你假装谈恋爱啊？叶阳惊讶地问，完全想不通聂凡的脑回路。那你的意思是想和我来真的？聂凡忽然想逗弄一下叶阳，反问道。叶阳无语地对他翻了一个白眼儿，只能说中华文字博大精深，一句话可以分成两个意思去解读。反正你现在在书里的世界没有 CP， 他和我假装恋爱，才怪小说完结的进度条不是挺好的吗？好像说的很有道理，我竟无言以驳。哎，现在想来，难道新真凶里的聂凡之所以不再是杀人凶手，就是因为黑糖不甜想将聂凡和袁阳拉配对？哦，行。叶阳犹豫了一瞬便答应了。那你打算怎么假装？两个大男人假装谈恋爱应该不会吃亏吧？嗯，我应该没有把自己给坑了吧？啊，就表面上看着像情侣那样。聂凡的眼神开始变得有点飘忽不定。哦，那具体要怎么做？母胎单身狗表示不懂恋爱流程啊。就做一些像普通情侣都会做的事情。聂凡冷着脸移开视线回答说。啊？叶阳用匪夷所思的眼神盯着聂凡。这货该不会也是单身狗吧？被叶阳灼热的视线紧盯着，聂凡不禁心虚地抬手摸了摸鼻子，又摸了摸下巴。哎，容我斗胆问一句，你有多少恋爱经验？从幼儿园到现在，收到的情书没有1000封，也有900多封。面对面向我告白的人多得不计其数。所以。学生时代我只想好好学习和锻炼身体，工作之后就只想逮捕逃 K 诈骗犯团伙全员，哪有心思谈恋爱？所以真的是母胎单身狗啊。叶阳顿时炸毛，砰的一声用力地将手中的咖啡杯搁在桌上。你呀，逗我玩呢，在书里总是装作一副情场高手的样子，在金秘书面前刷好感，结果原来也是个单身狗啊。聂凡抬手轻咳了两声，眼神示意叶阳注意场合，降低音量。唉，叶阳无奈的捂脸。两个母胎单身狗竟然要假装谈恋爱，想想都觉得好笑。我是十分同情看新真凶的读者们了。反正目前我们俩在书里的关系只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不可能一穿回去就立马演情侣，得要有个过渡期，所以有空时再研究普通情侣平常会做些什么事，然后去实行，让读者们看起来不会觉得突兀。嗯，叶阳依旧无语。连读者的阅读感也要去考虑啊，这货真是穿书穿得很认真啊。那现在再谈一下另一件重要的事，凶手已经盯向我了，或许也一并盯上了你。他能攀上3楼走进我的房间，说明他的身手也是极好的。你平常外出走动一定要带上小狗。啊，我会注意的。那你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七郎，你呢？聂凡不假思索地说出真实姓名。啊，贾阳。别怪我，大兄弟，我可是诈骗团伙，怎么可能把真名告诉你呢？做什么工作？健身教练。警察的身份还是保密比较好。啊，这职业是骗我的吧？那我撒谎就不会有罪恶感。啊，我是个 IT 部职员。哦，骗我的吧？跟踪破解技术玩得那么溜，怎么可能是个普通职员？齐郎看破不点破，转移话题。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穿回书中的世界？哎，说起穿书这事儿，我有个好奇的地方想研究研究。什么好奇的地方？嘿嘿嘿，咱们先找个宾馆住下吧。啊，叶阳扬起抹灿烂的笑容说。嗯，齐郎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本集播讲完毕，喜欢的话欢迎点击右上角点击订阅，追更更简单。由黑糖不甜原著，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多人有声剧《当个霸总真要命》，演播叶萧然、残月的风影、阿尔法不苟，后期西子情长，欢迎订阅。第十六集，两人来到宾馆一条街，叶阳看也不看就随便选了一家宾馆走了进去。齐郎随意瞟了一下四周，看见大堂内的墙壁上贴了不少特色推荐的海报，有什么按摩型水床房、仿真野外森林房、多功能浴池房、布偶童趣房、角色扮演房。不就是睡觉而已吗？房间够整洁，床够舒适就好啊，整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做什么？是。你好，请问需要什么类型的房间？男前台语气礼貌地问。随便嘛，便宜就行。叶阳不假思索地说。不过是用来睡觉，便于研究穿书情况吧，没必要开太贵的房间。好的，那就布偶童趣大床房一间，368元，谢谢。男前台说。最便宜的也要368元一天啊，好坑啊，还好不是花我自己的钱。叶阳用假的身份证去登记，然后用齐郎给还的咖啡钱付款后，拿着房卡问前台。哎，你这里的房隔音好不好？如果隔音差吵着我睡觉，那还怎么穿去书中的世界啊？必须的呀，你们放心玩。南前台露出一抹意义不明的笑容回答说。嗯，这怎么好像有点古古怪怪的。一进入房间，入眼便是四处都是玩偶的景象，连大床也是特大版的龙猫形状。这床好像有点小，要换一间房吗？齐郎问。哎呀，都是大男人，挤着睡也没什么，不换。最便宜的都要300多，换房还得要交钱，还是别换。哦，这小滑头真是抠门。哎，你要洗澡吗？哎呀，天气太热了，走两步就浑身黏黏糊糊的，得先洗个澡才容易睡得着。不用。齐郎摇了摇头说。那我先洗个澡。说完，叶阳走进浴室，打开灯，浴室的玻璃墙上顿时出现了他的身影。就这样，可以看见叶阳动作快速地脱掉自己的上衣，然后松开裤带脱下裤子，身体曲线完全收入齐郎的眼底。嗯，这小滑头的身材也蛮不错的。这是什么？手铐，给梦游症的人用的。齐郎拿起一双带着细软绒毛的手铐，疑惑地自言自语。
然后又拿起几瓶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的瓶瓶罐罐和几个印着卡通图案的套子。只见每个套子包装上的广告语都不一样，薄荷清新爽翻天，超薄螺旋纹，非一般的灵感体验，360度无死角颗粒，给爱人不一样的幸福感。怎么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一会儿，叶阳穿着特制的兔子款浴袍走了出来，齐狼的呼吸顿时一滞。这家店的浴袍好奇怪啊，连这个带有长耳朵的帽子，屁股后面还带着一撮白毛，这样睡觉能舒服吗？大概因为这是布偶童趣房吧。不管了，我先躺床上吧。叶阳率先躺在龙猫形状的床上，七郎随后躺下，叶阳便撞进他的怀中，鼻息间又再闻到那股熟悉的柠檬味儿。你在家里洗了澡？嗯，这张床真是小。你手掌上的伤还没好，是怎么洗的？戴上防水手套。哦，哎，那在书里的世界，干嘛非得要我帮你洗澡？给你一个报恩的机会。你到底想研究什么？研究穿书的情况。我想知道，假如我们两人同时穿回现实世界，若是我率先穿书而你没有，那书里的世界也会运行吗？因为很好奇啊，所以想找你一起研究研究。哦，原来如此。你一定得等我睡着了之后才能睡啊。嗯，也许是身体太疲惫，也许是刚洗完澡犯困，也许是那股柠檬香气让人觉得安心，叶阳竟不一会儿便睡着了过去。齐郎垂眸注视着叶阳的脸良久，最终还是忍不住伸手抚摸，指腹下的皮肤十分细腻，让他不停地来回轻抚着。不知不觉的，齐郎也睡着了，脸颊被人轻轻拍打了几下，齐郎缓缓地睁开眼眸，一张灿若桃李的笑脸顿时进入视线，直闯心底。早安。叶阳支着头侧躺在床上，笑着打招呼。齐郎的心跳速度越来越快，他忽然想独占眼前这个时而中二沙雕，时而正经帅气，时而霸道抠门的小滑头。似乎弄假成真也挺好的。本集播讲完毕，喜欢的话欢迎点击右上角点击订阅，追更更简单。黑糖不甜原著，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多人有声剧《当个霸总真要命》，演播叶萧然、残月的风影、阿尔法不苟，后期妻子情长。欢迎订阅第17集。哎，我睡着后多久你才睡的？叶阳迫不及待地问。大概5分钟后。齐郎想了想回答说，一起叶阳恬静的睡脸，他的神色有点不自然地撇开视线。睡脸怎么可以那么可爱，想藏起来。我一醒过来就轻轻拍了几下你的脸，然后你就醒过来了，所以这个世界应该得要我们穿过来才会继续运行。我家小羊真是美貌与智慧并存。嗯，我认同你的猜测。对了，之前你在公司里晕倒是穿回现实世界了？对呀，那时候我在现实世界里的手机响个不停，吵醒了我，导致我穿了回去。那时我不想再穿进书里，就故意在现实世界里让自己失眠，没想到吃了2-3天就熬不住了，昏睡过去，
结果醒来的时候，书中的世界才过了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那时候你昏迷的时间确实很短，一跌倒在我怀里，随即就醒过来了。看来要我们其中一人离开书里的世界，书里世界的时间也会停止。而上一次我们能一起穿回现实世界，是因为你昏睡没多久，我就困得睡着了，所以才能一起回去。当初小杨投怀送抱的时候，我就应该抱紧一点的。哼，你不提起上次的事情还好，你一提起我就想打你，竟然直接将我打晕过去，你这混蛋。叶阳觉得说着不够解气，直接上手捧着齐郎的脸颊狠狠地揉搓着。齐郎任由叶阳肆意蹂躏，只觉得他的手心温暖且柔软。欺负我的恶劣模样也可爱，想藏着。结束发泄怨气后，叶阳收回手，神情变得正经起来。既然现在穿回来了，就要开始想办法捉住那凶手了。放心，这事就交给我了。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床上那块肉？那块肉是属于死者的一部分，我会亲自把那块肉带去警局，并且将凶手的身材特征告诉警方。啊，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凶手你一点也不害怕他的警告，还打算和他干上吗？没错，我就是想让他来杀我，这样就能迅速地捉到他。会不会太冒险啊？我总感觉这凶手不容易对付。叶阳蹙起眉头说。齐郎忽地把头靠前，脸上虽然依旧没有表情，但双眼却是亮晶晶地盯着叶阳的脸。小阳，你是在担心我吗？好好的喊我全名行吗？我跟你不熟啊，你别喊这么亲热。好了，小杨，既然你这么担心我，从今天起我就在你这儿睡了。喂，你干嘛自说自话啊？谁担心你了？谁要天天跟你睡啊？尿点脸可好。好了，天亮了，小杨早安，我得去上班了。齐郎仿佛没有听见叶阳的话，下床洗漱穿衣去了。这混蛋。叶阳被气得牙痒痒的。两人一前一后地离开花园别墅，齐郎先去了一趟警察局，叶阳则回袁氏集团。金秘书一看见叶阳，便立马上前报告。袁总，今天一早，袁老在祥远智能家居公司的官网上公开了一份夫人生前所立下的遗嘱。遗嘱上面写着，夫人所拥有的 35% 袁氏集团的股份会在夫人逝世后全部属于袁老。袁老还说你没有治理公司的才能，打算罢免你总裁一职。哦，袁言不但不把股份还给我，还伪造遗嘱，妄想将我踢下台。哼，有点意思。本集播讲完毕，喜欢的话，欢迎点击右上角点击订阅，追更更简单。黑糖不甜原著，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多人有声剧《当个霸总真要命》，演播：叶萧然、残月的风影、阿尔法不苟。后期西子情长，欢迎订阅。第十八集。袁总，聂总打电话找你。金秘书将电话递给叶阳说。他不是说去警察局吗？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干嘛？刚知道，这家伙的消息还蛮灵通的嘛。袁言还会在今天早上9:30开发布会，连同其他股东一起罢免你的总裁职位，需要帮忙吗？齐郎的语气越说越冷，心里很是不爽。我的人也敢欺负，不知死活。不用，
这点小事我自己能搞定，霸总的身份我还没当腻呢，不会这么轻易的拱手让人。叶阳自信满满的拒绝齐郎的帮助。那你打算怎么做？齐郎的好意被拒也没有生气，继续关心的问。想知道就不告诉你。说完叶阳便立即挂断了电话。我家小阳真调皮。齐郎把手机收好，敛起唇边淡淡的笑意，走进警察局报案。在总裁办公室里的叶阳垂眸看了一眼手表，指尖不停地敲打着桌面。距离9:30的发布会还有1个半小时，我该先盘哪个人？还是先从律师下手。叶阳要了帮袁颖丽立遗嘱的李律师的邮箱地址，然后根据袁岩的 IP 号黑了他的工作邮箱号，将一封带着病毒的邮件发至李律师的邮箱，随后把带有病毒的邮件一一发送给那些支持袁岩的小股东们。只要他们一打开邮件，叶阳便能黑进对方的电脑寻找有用的文件。到了北京时间9:30，袁岩准时带着小股东们召开记者发布会。袁岩的秘书正要打开电脑上的 PPT， 把袁颖丽的遗嘱内容放大给现场的记者看。岂料内容竟是真正没有被修改过的遗嘱内容。随即电脑像是被人远程操控似的，自动出现一些图片和音频，全都是一些关于李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收钱办事儿的证据，还有各种袁岩和小股东们商量如何将袁逸阳拉下台的聊天记录和金钱收买记录。现场记者顿时一片哗然，这简直就是特大新闻啊！原以为小袁总年纪轻轻不善经营而被亲爸撤职，没想到竟然是亲爸要谋夺亲儿子的股份。记者们蜂拥而上，小股东们吓得纷纷离开现场。袁岩气得立马离场，黑着脸被一堆记者追了他一路，最终只能灰溜溜地坐车回家了。那位收钱修改了袁颖丽遗嘱的李律师顿时身败名裂，心高气傲的他无法忍受自己就此成为过街老鼠，思前想后觉得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袁逸阳，于是带着一把细小的水果刀蹲守在袁氏集团的附近，等待叶阳的出现。傍晚叶阳下班站在公司大门前，等待肖狗从地下停车场驾车过来载他回别墅。叶阳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心里不得不感慨，哎呀，那一堂不填那家伙肯定是个颜控，不然怎么随便看见个路人都长得眉清目秀的。叶阳正看路人的颜值看得出神，李律师见时机出现，便伸手捉紧藏在衣服内的水果刀，悄然靠近叶阳。就在李律师正想袭击叶阳时，水果刀刚从衣服里拿出来，便被人一脚踢倒在地。紧接着他听到一道无比冷酷的声音吩咐说，文斌，报警。啊，你怎么来了？叶阳听见声响，扭头第一眼看见齐郎，随即看见倒在地上并受到控制的李律师。叶阳挑起眉头看着李律师，怎么不服气啊？想杀了我泄愤了？啊，这场景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啊？难道书里的人都喜欢从后面偷袭？李律师不停地挣扎着，恶狠狠地瞪着叶阳。袁逸阳，你这兔崽子，老子要杀了你！想杀我也得要你有本事。叶阳悠然的语气差点让李律师气得咬碎了牙。直至被警察带走时，李律师依然目光愤恨地盯着叶阳。叶阳不以为然，回到别墅后，齐郎忽地开口对他说，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剧本可以开始了。啊？叶阳先是疑惑，随即恍然大悟。哦，你的意思是因为你救了我
所以我就顺理成章的爱上，然后自然而然的展开假装恋爱的剧情。我家小羊就是聪明。齐狼勾起浅浅的唇角，抬手揉了揉叶阳的脑袋说，我操，你别这么快进入角色啊。我还有能不能换另一个昵称？叶阳避开齐狼作恶的大手，语气带着嫌弃，小羊这名字实在是怪肉麻的。不行，假装恋爱的第一步就是要帮对方起一个显得足够亲密的昵称。齐狼瞎说道。那我要怎么喊你？小狼？我喊不出口。齐狼继续瞎掰。还有假装恋爱的第二步，每天要互道早安和晚安。这个倒是容易啊。叶阳点点头同意说。晚上两人躺在床上休息，正当叶阳快要陷入熟睡的时候，齐狼呼的一把将他抱住。你干嘛？叶阳顿时被吓醒。假装恋爱的第三步，偶尔要有肢体接触。这些假装恋爱的三步法则到底是从哪里借鉴出来的？我是不是被坑了？于是乎，叶阳将在齐狼的怀中久久睡不着，而齐狼则是很快地陷入熟睡。穿回现实世界之后，齐狼看向在身旁陷入熟睡状态的叶阳，唇角轻勾。现在我回到了现实世界，那书中的世界就停止了时间。如果我现在将他弄醒，他的灵魂是不是会从书里的世界回到现实？看着叶阳恬静美好的睡脸，齐狼犹豫再三，还是不舍得弄醒他，于是下楼去找宾馆的前台，一下子付了三天的房费。齐狼回房后，便用手机打开豆腐小说阅读网，开始点击阅读新真凶。在最新的章节里，黑糖不甜果然没有把假装恋爱的对话写出来，只是简单的写了原研开发布会想罢免袁逸阳的总裁之位，反被袁逸阳坑了，还有袁逸阳被李律师企图偷袭却被聂凡救下的故事情节。齐狼看完正文，便开始去看最新评论。萧乔之上说，攻受真是莫名般配。齐狼看见此评论，同意的点点头。这位网友眼光很好。刘林说，进度快点，等着你们卿卿我我呢。你以为我不想？就怕进度太快把羊给吓跑了。迷你医仙说，哦，好甜啊。我自己嗑自己的糖也觉得好甜。阿慈说，小羊小羊小羊，快给我生气啊，生气都好可爱啊。这位读者，我劝你冷静，从今以后小羊的喜怒哀乐都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齐狼在心里宣誓主权。看评论正看得起劲儿，齐狼的电话忽然响了。喂，先生，好消息，我们捉到了逃课的一名成员。本集播讲完毕，喜欢的话欢迎点击右上角点击订阅，追更更简单。由黑糖不甜原著，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多人有声剧《当个霸总真要命》，演播叶萧然、残月的风影、阿尔法不苟，后期西子情长，欢迎订阅。第十九集，齐狼接听完电话后，神情一脸，浑身散发着冷酷气息。他帮叶阳盖好被子，调好房间内适宜的温度后，便一路飙车回了警局。人呢？齐狼大步踏进拘留室问。齐 Sir， 人在02号室，他所招供的同伙居住地已经人去楼空，
至于黑客叶子的情报，他所了解的并不多，只知道叶子是一名20多岁的年轻男子。哦，齐郎还想继续问，却被自己的手机铃声打断了。是齐郎的亲生父亲齐连山打来的电话。这老家伙真是烦人。齐郎只好暂时放弃去见那名逃 K 的诈骗团伙成员，随便走进旁边的一间休息室内，关上门接听电话。到底什么时候辞职？电话里传来雄厚且严肃的嗓音。我说了很多遍，不把之前接手过的案子全部处理，我是不会回去的。我也说过很多遍了，你再迟迟不回来继承公司，别怪我对你母亲不念夫妻之情。齐灵山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警告意味。现在手头上只剩两个案子了，请再给我一些时间。在威胁之下，齐郎只能咬牙选择妥协，控制着语气恳求说。齐连山冷哼了一声，便挂掉电话。看来是同意我先将这两个案子处理完之后再回公司工作了。齐郎稍微松了一口气。齐连山的电话刚结束不久，就轮到同父异母的姐姐齐心打来。齐郎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厌恶，在铃声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慢悠悠地接听电话。郎。电话里传来一道娇媚的声音。什么事？齐郎语气冷淡地问。齐心仿佛没有听出齐郎语气中的冷淡，轻笑着说。咱们俩姐弟好久没聊过天了，姐姐想你了，就想找你聊会儿天。真想让这女人有屁快放，有话快说。你现在还是单身是吧？嗯。这女人到底想耍什么花样？姐有个好闺蜜，年纪和你一样大，就是富家建筑的小女儿傅雅君。雅君可是有着清纯的外表，魔鬼的身材，温柔的性子，是个很难得的好女孩，绝对配得起你。你看看什么时候有空，请让你们一起吃个饭，见个面。我最近很忙。齐郎想也不想，便找借口拒绝。就算很忙，也得要吃饭啊，就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出来吃个饭，应该不难吧？不好意思，我连半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也没有。你！齐心的怒气顿时没忍住。俗话说物以类聚，想必那傅雅君和你的性子很相像，那和我就绝对不合适。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应该心知肚明。说完，齐郎便率先挂断了电话。该死的野种！齐心气的把手中的 iPhone XS 一把摔在地上，手机屏幕顿时变成7零8碎。大小姐，那傅雅君是你花了好大心思才成为闺蜜的，为何要把她介绍给齐郎啊？齐氏大宅总管家许毅习以为常地从柜子里取出一台新的手机，边说边在齐心身前蹲下，捡起摔烂了的手机，将手机卡拔出插至新手机里。那野种命大，三番五次去害他也死不了，所以我才相中了性格单纯软弱的傅雅君。等他们结婚后，爱得如胶似漆，就容易被我控制了。这也的确是一个办法。就因为我妈生了我之后难产身亡，我爸就找了那个狐狸精。就因为我是个女儿，就没资格继承公司。如果没有那个野种，齐氏企业就是属于我的。可恶！齐心双眼发红，握拳用力地捶了一下身旁的抱枕。唉，只怪老爷的思想过于迂腐，重男轻女。我要我爸终有一天后悔把齐氏企业交给了齐郎这个门外汉。还有，齐郎现在还剩下多少个案子没处理？他如今手上只剩两个案子，一个即将结束，剩下的一个案子比较棘手，
是捉获陶 K 诈骗团伙。区区一个诈骗团伙为什么会比较棘手？七心不解地问。因为这个诈骗团伙里有个负责善后的黑客，所以导致警方一直无法顺利捉到犯人。那黑客的名字叫叶子。黑客叶子。另一端，齐朗躺在休息室的卧椅上，烦恼的单手捂脸，紧紧地闭起眼眸。其实我压根就不想继承齐氏企业，更不想和姓齐的有什么关系。可是一直陷入昏迷的母亲，被齐氏旗下的一家医院圈养着。如果我迟迟不继承公司，祁连山就会立马断了母亲的治疗。母亲的治疗一旦中断，苏醒的几率就更渺茫了。母亲之所以昏迷不醒，绝对和齐心脱不了关系。在齐氏一族里面，亲情是最一文不值的东西，日常相处全靠撒谎欺骗，这样的生活我真的受够了。齐郎穿回书中的世界，加重力度去抱紧叶阳。痛，你想谋财害命啊？叶阳奋力地推开齐郎，只觉得后腰好像被勒断了似的。小阳，你也会欺骗我吗？本集播讲完毕，喜欢的话欢迎点击右上角点击订阅，追更更简单。黑糖不甜原著，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多人有声剧《当个霸总真要命》，演播叶萧然、残月的风影、阿尔法不苟，后期西子情长。欢迎订阅。第二十集，话问出口以后，七郎觉得自己矫情了。人怎么可能一辈子不撒谎不欺骗？我自己都未必能做到，又怎么能要求小阳做到呢？而叶阳听到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翻了一记白眼儿。这家伙问的是什么白痴问题啊？他不以为然地反问道。你长得一副容易被骗的样子，不骗你骗谁啊？更何况我是诈骗团伙出身的，不骗是不可能的，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不骗。是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说我的样子长得容易被欺骗。齐郎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不禁觉得有点好笑，心里头那沉重压抑的感觉忽然间烟消云散。再说了，人都是被骗着长大，你不应该担心别人会不会去骗你，而是要好好的加强自己辨认谎言的能力。听你的。我家小杨的话说的很有道理。那大哥，你能松手了吗？我年纪大了，脆弱的老腰经不起折腾。你抱得这么用力，是想让我腰断而亡啊？然后南祖促全文中结束穿梭的日子。齐郎本想立刻将手松开，但转念一想，生起逗弄叶阳的心思，一个翻身将他压在身下。他换一个不折腾你老腰的姿势。给小爷滚远点儿，死处男。你不也是处男？不好意思，虽然我是万年单身狗，但并不代表我就是处男。哼。为了面子，叶阳故意撒谎说。齐郎看着叶阳一副坦荡磊落的神情，完全不像是撒谎，顿时醋意横生，眯起眼睛，眼神里透着危险的目光。对方是谁？男的女的？当然是女孩子了。叶阳理所当然地回答说。你看我的样子，长得这么正直，就知道不可能是 gay 啊，真是的。
齐郎垂眸沉默。既然已经错过了小杨的过去，那我就积极的去参与小杨的未来。不管小杨是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罢，相信总有一天我能让小杨爱上我的。为了避免引起叶阳的反感，顺便积累一下好感度，齐郎乖乖地放开手，翻身躺回自己的位置上。小杨，你不开心的时候喜欢做些什么？齐郎看着天花板问，想了解叶阳更多的事情。吃炸鸡喝啤酒，等吃饱喝足后心情就会好转。叶阳想了想回答说，他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吃垃圾桶里的残羹剩饭，偶尔翻到咬了两口的炸鸡翅，或者是吃剩一半的炸鸡，简直开心的像是中了大奖一样。大概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现在长大了，不开心的时候特别希望吃上热气腾腾又美味的炸鸡。就这么简单？我家小杨真容易满足。那你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必须是赚钱，看着账户里的余额越来越多就觉得很高兴。齐郎转过身来看向叶阳，伸手动作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脑袋，目光深情。小杨，从今以后我会努力赚钱养你，把钱都给你，让你每天都过得开心。连我亲生父母都不养我，一个认识没多久的半陌生人竟然说养我，有点好笑。叶阳想笑却笑不出来，眼眶微烫。他闭了一下眼睛，随即睁开，心情稍稍平复了些，用着调侃的语气说，为了让读者以为自己看了一篇轻松悬疑的甜文，你也是蛮拼的。齐郎知道叶阳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但齐郎没打算加以解释。时间能证明一切，小杨迟早会发现我的真心，我不想让他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就让他误认为我是为了剧情需要吧。既然我们已经对彼此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你愿意和我谈个恋爱吗？本集播讲完毕，喜欢的话欢迎点击右上角点击订阅，追更更简单。